钢铁侠手办算什么？这些以中国神兽为原型的巨型机甲，能跑能动，栩栩如生，刚一出场就惊艳了每一个中国人。人称萧将军的机械艺术家萧迪，将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，用巨型机械艺术装置复活了传说中的东方巨兽，让你一秒穿越到东方奇幻世界，油光溢彩，质感逼真，一呼百物尽显披靡，让观众不断直呼国粹。他欲以东方神话为主题打造中国版迪士尼，首个作品《中华巨蟒》耗时三年，投入近3000万，曾出现在河南卫视的节目上，现在是当地景区的必打卡地标。你不光可以近距离观看，还能坐上去亲身体验。黄金巨牛甚至登上了2021年央视春晚，高科技与传统跨界融合，完美诠释了萧迪独创的尖叫美学。此后作品《北极熊巨兽东》《凤凰机甲》《动能虎》《麒麟金鲤》《巨熊北北》等一经发出就引爆流量，为旅客们带来一场奇幻体验。萧迪说，不是我创造了他们，而是从巨兽的元宇宙召唤到我的宇宙中来，我只是一个召唤师。